差不多了吗？攝影朋友拍完，麻煩你蹲低少少，俾後面啲camera 都拍一拍。請官員都望一望後面嗰啲鏡頭。差唔多啦，唔該。OK， 唔該曬，唔該咁多位。各位传媒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记者会。稍后行政长官和新任命的官员会轮流发言，然后行政长官会接受大家提问，至于其他官员会尽快安排其他时间跟大家交流。先请行政长官发言。各位传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国务院根据我在基本法第48条第5款的提名和建议之下，今天公布第5届特区政府几位主要官员的任免的决定，任命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邓炳强为保安局局长，萧泽颐为警务处处长，免去将张建宗的政务司司长职务、李家超的保安局局长职务和邓炳强的警务处处长职务。这是本届政府继去年四月之后另一次主要官员的任免。我在此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对于离任的江建宗，他在政府服务接近半个世纪，连续出任三届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员，劳心劳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祝愿他离任之后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虽然本届政府只剩下一年的任期，但是经历了过去两年的严峻挑战，在中央主导、特区政府配合之下，香港迎来了由乱转治、拨乱反正、逐步完善一国两制在特区贯彻实施的良好局面，目前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好时机。三个获任命的官员在香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和我并肩作战，勇于担当。我有信心他们会继续以迎难而上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发挥所长，竭尽所能，为国家、为香港做出更大的贡献。现在我想请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先生跟大家说几句话。我感谢行政长官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为政务司司长，我感到非常光荣。我会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施政，按照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特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由乱变治，在落实一爱国者治港、完善选举制度之下，结束了混乱和破坏的时期，展开建设和有效施政的新篇章。政府会努力做好有效施政，以坚定意志落实和执行
有利经济民生的措施，政府各个部门一向专业公正，全心为市民服务。在刚公布的202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里面，特区政府在政府效率方面排名是世界第一。我会确保政府效率维持最高水平，积极统筹和协调跨局跨部门的工作。我会致力推展行政和立法的关系，维持良好沟通，促进立法会既监察政府，也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政治理念，让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得以制定和推行。我会支持和协助行政长官打好抗疫战，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继续发挥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优势，并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掌握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期繁荣安定。谢谢。现在请保安局局长发言。我很荣幸得到行政长官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分别是提名和委任我出任保安局局长。守护香港，为香港市民服务，是我毕生的志愿。在我新的任命，我会连同我辖下的纪律部队，一如既往携手同心，继续打击罪案，也继续便利人流物流的进出，同时也要确保非法物品不能流入香港。我们要做好出入境管制工作，至于在囚人士更新和基本工作也要做好。我也要确保无论在什么时候面对任何突发的情况，无论是天灾人祸，我们都有能力应对。另外，我们要做好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在未来的日子，我们面对三场选举，而去年回归25周年大概只有一年的时间，我跟我辖下的纪律部队会携手同心，竭尽所能确保这些场合都是在这些活动都是在安全和稳定的环境进行。我也会竭尽所能防止打击本土的恐怖主义和一些外部势力利用香港的代理人做出一些危害香港和危害国家的行为，以确保香港市民能够安居乐业。谢谢保安局局长。现在请警务处处长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接任警务处处长一职。首先，我要感谢行政长官的提名和国务院的委任。在过去两年，香港警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我要感谢邓处长的带领，还有所有同事在这段时间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得以使香港社会恢复稳定。我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多谢我们同事的家人给予他们的支持，还有很多香港市民给予我们的鼓励。在未来的日子，我会如同历任的警务处处长一样，继续带领警队本着忠诚勇毅心系社会的精神，以维护国家安全、维持香港社会繁荣稳定，还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我的生命工作的首要目标。我们继续会专业的处理我们日常的工作，务求使所有香港的市民能够明白，香港警队是一支心系社会、专业的队伍。刚才保安局局长也提到，在未来这段时期，
我们有一连串的选举，还有明年是特区政府回归25周年，我们会确保这些所有重要的活动会在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之下进行。多谢三位。谢谢三位新任命的官员，请大家可以回去休息室休息，在其他场合我们会安排再跟传媒交流。现在是行政长官答问时间，请提问的记者先举手，然后介绍你们代表的传媒机构。我建议每位记者两个问题，因为人今天相当多。你好，林太太，我是闹的。那么任期还剩下一年就任命这个任命的人选，虽然是说你提名是你个人意思吗？另外政务司司长的位置首次为有进警察背景的人士出任，你觉得是想传达什么信息？当中有什么考虑呢？最后有市民形容这个任命是警察政府，你怎么评论这个看法呢？第一个问题，正如我在开场白我都说了，我明白到有些人会认为这届政府还有一年的任期，有一个人事的违命有什么看法？其实对于香港特区政府来说，即使是推行了官员问责制，我们还是没有政党的背景，跟一般外国的政府在每次选举之后政党更替而出现很多政策反复非常不同。所以相信未来一年透过新的班子的努力，仍然会令到下一届政府在各方面有更好的基础。一年的时间不能左右到人事的变动。你问到个人意愿，你也得到答案了。基本法第48条第五款需要行政长官提名，无论是任或免都是行政长官提名，然后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这次当然也都不例外，也都是按着宪法的要求来去做。我在刚才开场白也透露，这三位同事对我一点都不陌生，我在过去两年跟他们一起共同努力去应对香港面临的挑战，所以我当然是非常欢迎他们加入团队。第二个问题恐怕也是难以避免会有一些揣测。我记得去年四月我公布当时官员的任免，由于有一位是入境事务处处长担任政治及事务局局长，同样的揣测也出现过。但是我也想澄清，政务司司长的职位曾经已有商人背景，也都加入过问责团队，唐英年先生担任过，所以我觉得都是用人为才，尤其是在政治问责制之下，本意是用人为才，不再会去计较到底有才干的人是来自什么背景，包括在政府内或政府外，所以这次的情况也都是用人为才。更何况李家超长期在政府服务接近差不多40年了，在政治问责团队也担任过重要的位置，所以我希望社会不要有不必要的揣测或联想。第三，也都是一种的猜测跟联想，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法治社会，不会说因为某一些主事的官员是来自于哪一个专业或背景会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社会，也是自由经济的根本性质。所以在用人为才的大前提下，
如果可以用的人是比较接近的背景，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我总结来说，这次新任的官员，我也是非常有信心他们在未来各自的岗位会发挥所长，来推动特区的施政。下一个问题，左边这位记者林塔，你好，我是总新闻的，我有两个问题。一直呢都有传呢，聂德权 Patrick 是你的有意熟意的一位的人选，因为李家超呢虽然一直在政府工作，但是他比较少一种政策协调的经验。你说根据程序是特首任命的，是否到最后都是中央帮你选呢？就是其实李家超局长跟聂德权先生比起来有什么更超越的地方呢？那么现在呢因为呢苹果的关系有800人的失去工作，当时有时候有人问呢就是一个没有苹果没有记忆的香港，是否你愿景中的新香港是否呢会用这个来去换取中央支持你的连任呢？谢谢。两个问题都是高度揣测性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用人为才，无论呢在猜夺哪一位官员是比哪一位官员适合，对行政长官跟中央来说，每一次官员的任命都是以最佳的人选作为考虑，所以这次也是一样。第二个问题，我愿景中的香港是一个一国两制之下准确全面贯切，也是以一国为本善用国家给我们的两制，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型香港，是一个维护市民应有依法享有的权益以及自由的香港。但是法治的精神当然包括违法逼就，所以特区政府按着已经实施一年的香港国安法正在采取违法逼就的态度。好，现在英文问题吧。左边白色衣服的女记者，你好林太太，我是南华早报的，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好，谢谢。我是南华早报的，我一个问题就是，李家超是在70年代时候加入警队，他其实呢大部分时间只是做过纪律部队跟保安相关的工作。你刚刚呢就是用了唐一年作为一个例子，但是呢他的性质不同呢，因为他有你怎么能够可以确保其实公众人士呢他都是有能力的呢？那么还有呢，有我们有谈到呢，就是23条的立法，为什么政府觉得国安法还是不足够来去捍卫国家安全呢？还是需要有那个23条呢？可不跟我们解释一下呢？在政治任命的层面，我们找的要是领导力愿景，还有呢就是呢要致力来去服务社会。对于一些在不同范畴有经验的当然是有帮助，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既定的要求。你说一个人没有太丰富的经验不是最主要的要素，但是呢你要公平的来说，其实李先生已经呢就是服务呢政府40年，他一直呢也有做领导，也带领过不同的局，也不能够说呢其实呢他只是呢就是跟警队或纪律部队保安的相关工作，因为呢他其实也担任了保安局局长。那么我们的新任的政务司司长刚刚已经说了，他现在呢新的工作呢也会去协调人以及服务物品等等，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李家超呢，其实呢有丰富的经验，他也在政府担任过很多不同的岗位，他一定能够呢有非常好的表现。我们这次的任命呢，对我们立法呢，就是说第一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之前呢，其实呢在公众呢都已经回复过了，基本法以及国家安全法之下呢，都有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要继续做两项工作，一呢就是有一个本地的立法，这是基本法以下呢就是指明的，就是要有第二十三条的立法。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立法，要去禁止一些呢能够危害的国家安全的有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你刚刚提到呢，我们已经有国安法了，为什么还是需要呢？就是做那个二十三条立法，因为呢，其实国家安全法跟呢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呢，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本地的立法，因为呢，第二十三条呢，其实呢有一些呢是涵盖超于我们国家安全法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在这两方面呢，就继续我们的努力。Any more English question？ 还有其他英文的提问吗？后面那位女士在右边，左边，香港《中国日报》的记者，香港会如何做来跟这国家融合呢？还有这个。中国的太空科学家说，香港可以在这个太空探索有更大作用。是香港如何可以贡献给国家的这方面的科学的探索呢？你会预期将来有更多的交流活动吗？现在我们已经在香港恢复法治和治安的情况，还有国安法落实。我就强烈的觉得未来十二个月对香港是很重要，就是做你刚才说的事，就是更进一步加强的跟内地合作，就在关于就是经济融合方面的合作。今年是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规划的开始，我们会在大湾区会利用这些国家发布的文件带来的机会，我来带来对给香港市民的福祉，特别是年轻人。这个新的任命今天宣布的，我觉得会协助我们掌握有效的掌握有关的机会，这是我很有关政务司司长和其他的局长。会在未来的时间里掌握的，我们也很高兴、很荣幸可以接待一些专家，就是关于这国家的太空探索的科技的专家来香港，他们会去探访学校、大学。明天我会就是主持这个开幕的这个展览的开幕。就是这在太空探索使用的科技，还有他们从月球带回来的土壤。我的评估是，香港的在就是科技发展的方面是可以考虑国家的层面。你可能也留意，我已经招待这个访问团。我跟他们有深入的交谈，他们说他们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得到香港理工大学参与他们其中一个太空的任务，他们鼓励我们的大学继续向他们提供，向国家提供有关的太空科技。这就是我的评估这个访问团所带来的好处。
还有在香港，我们需要年轻人要对于这个科技要有更大的兴趣，就是说有个普及的科普教育，就是课室以外的活动也需要更加强。他们这些科学家来香港向年轻人谈及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最后我是希望有见到更多的这些访问团在将来来到访问香港。左边前面绿色衣服那位记者， 林太太，我是香港电台的。你刚才提到人事任命的时候，你的说法是按照宪法是由你提名中央任命，你欢迎他们加入这个新的班子，你没有回应这个上述三个人是不是你熟悉的人选，你不可不可以澄清一下他们三个是不是你熟悉的人选呢？第二，中央委任李家超为司长，是不是反映现有的班子在维护国家安全做得不够全面呢？李家超是第一个警察出身的人担任政务司司长，政务司司长需要统领30万公务员和不同的部门，你会不会担心他跟现有的文官制度不协调或者是有矛盾呢？第一，今天公布的三位获得中央任命的官员都是在此刻是最佳人选，我本人对他们的能力毫无质疑，我对于他们在未来一年可以合作是感到非常高兴。第二，正如我所说，这些政治任命的官员是没有说一定要来自什么背景、什么直系，是政府内还是政府外来的。过去十几年，不同背景的人都曾经加入政治团队，也处理过可能跟他本身专业或者是职业不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心的一个因素。大家也不要忘记，纪律部队七个纪律部队和机构总人数就是以及纪律部队的直系都有7万人以上，我们没有30万公务员，只有17万，所以40%以上的公务员都属于保安系统。所以李家超在过去4年统领这些纪律部队40%的公务员，那为什么会觉得他没有能力统筹和协调在整个政府不同的政策局来处理有关的工作呢？所以我再说一次，这次任命的三位官员都是此刻这一刻最理想人选，所以接受任命出任这些职位。下一位，右手边蓝色衣服林太太，你找东方日报。两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策划呢，一个司长级的官员是不是有一个问责的意味呢？大家看张建忠的年纪，他们的就是公务生涯也到了一个阶段要完了，是不是找一个将死之人来为你们的过去4年的施政失误买单呢？你说这个人选是此一刻最佳人选呢？未来会不会要有另一轮的换人呢？比方说抗议的陈肇始局长会不会撤换呢？会不会争取中央任命聂德权作为政务司司长呢？恐怕你两个问题我都很难的具体的回答，因为每一次有人事的任命都不会进入评价离任的官员或者是就任的官员。离任的官员这次涉及张建宗，等于去年4月涉及4位的局长，我对于他们每一位在任的期间都尽心尽力表示感谢，也都祝福他们在离任之后会有自己的心理
里程，所以呢，就是不会有一个问责的意味。另外，我们距离这一届的任期真的只剩下一年，尤其是下一任的政府，当行政长官在3月27日选出之后，就会进入早班，所以很难当再去想换现届的当班子。换句话说，在未来6到9个月，我暂时在这一刻我不能完全绝对说，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主动，可能我是被动的，但是看起来再有人事的变动的机会不大。但是正如我所说，这不能够在这里100%的去保证，因为都是涉及到个别官员自己的取态。最后两位，不好意思，记者没有用话筒的。这位记者不好骚扰那个记者会的进行。左边靠中间的那位女记者，你好，我是卢梅的，我想问一下特首有什么想跟800个一传媒跟昨天100万买了苹果日报的香港市民说呢？还有今天记者会都没有苹果的记者提问，不知道你心情又如何呢？所有特区政府做的工作都是依法办事的，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个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不是在打击新闻的自由，但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机构是一个传媒的机构，因为有传媒机构做一个挡箭牌，就不能够免于法律的惩处，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掌握这一点。同样的，由于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检控，进而被我们采取了一些的行动，使得他作为一家公司也好，机构也好，产生了一些雇员出现的问题，不能只能用香港的劳工政策跟条例来去处理。我也注意到外媒不断地在抹黑我们这一次采取的执法行动，但是每一次的抹黑都是尝试去把这件事淡化，淡化成为只是一个记者跟一个外国人的交谈，淡化成为只是一种的一个新闻学，以及这恐怕不是新闻自由的问题。无论在人权法还是呢基本法或者是国安法的第4条，都是很清晰明确的说明，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我们会维护香港市民拥有依法享有的自由。今天最后一位了，后面黑衣服的那位记者啊，谢谢，这是彭博问的问题。那么你现在呢，是不是呢作为呢那个特首呢，就是是不是现在呢只是呢会改了，就是现在呢只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就不需要看那个香港的一些的经济事务呢？当然不是呢，我相信大家都听到呢我们的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已经表示了他的工作任务以及目标。政务司司长呢的工作呢跟目标呢不会改变，新的任命也不会改变角色以及定位，因为呢我不在的时候他也是署任的特首，他也会去协调不同的政策局啊，在一些的政府范畴啊支援，也会支持特首可以对抗那个疫情。其实官员就算来自不同的专业，也不代表他只能够做他比较专长的工作，这不是一个情况。因为我自己呢也担任过局长我呢之后呢又做过发展局局长呢，做一些的基建啊，然后呢要去保育那些的地呀，然后呢就担任政务司司长，那么今天我就担任特首。所以其实呢我不只是向香港负责，我也要向中央政府负责，我也要做一些的
捍卫国家安全的工作，也要确保我们在香港一国两制可以做得好。所以我们只是要呢，就是有愿意服务香港的人，无论我们呢是在哪一个岗位，我们呢都会呢做得最好，表现得最好，来去克服任何的挑战。我相信呢，我们三位新任命的官员就会继续呢跟我刚刚所说的以那个精神呢来去服务香港的。谢谢各位。